来开一个5斤的榴莲盲盒，看是啥样的，还没开口呢，完了，我觉得不太好哎。我先暂停一下，实在开不了，我拿个刀试试。我感觉买了一个假榴莲呢。等一下，我买了一个生榴莲，这啥玩意？这能吃吗？我好无奈，这能看出是肉还挺多的，这开不出来呀。在线求助，这怎么办？我手都扎破了，这能退不？手都嘎烂了，也没搞开。